旅行必推景点，不去会后悔。有被泰国必比登推荐的油条，完全不会腻。那是很多韩国的艺人会运用的化妆师。我刚以为那是裸身，是你。哇！饭店一推开，它是有很多小动物会在饭店里面跑来跑去。TVBS 台视车频道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。